大家好，我是旅行家 JH。今天看到一段特斯拉机器人测试视频，分享给大家，不知大家作何感想？我看后不禁联想起《终结者》和《西部世界》等影视作品，失控的机器人成为人类的噩梦。虽然最近 OpenAI 的风波逐渐平息，但对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仍未形成有效监管。我对 OpenAI 未来致力于解决超级人工智能对齐的问题深表疑虑。所谓对齐，即建立一套针对超级人工智能的安全程序，用 AI 监督 AI， 保障未来超越人类智能的超级 AI 能够与人类的世界观、价值观及整体利益一致。对此，我们不妨回顾历史，人类对自身同等智能水平的后代尚不能保障其世界观、价值观的一致性，又如何能设计具有自主意识的超级 AI 观念的进化，并保障其互相监督？对人工智能的发展，您有何看法？欢迎评论区交流，关注我，分享世界的精彩。